姐传讯息来啊，我念给你听哦。今仔日已经开始收好去旧一送的册橱，嘛是咱旧厝的册橱。想袂到竟然走去日本啊！中风的感动。伊问你拢好无？嘉伦的生理安怎？啊，搁有明珠好无？我有闲在思考我甲伊的问题。阿姨，遮搁有一张相片，你看卖啦。阿姨，我伫想，敢要甲上司讲过的话，甲阿姐讲。可是阿姐如果知道济公这么说的话，她一定会很难过。阿姨，你嘛是无多接受对不？虽然是我家己讲，我不会结婚，阿母听有神说遐尔确定讲，我真正袂结婚。我的心肝内也是有一点仔怪怪，一点仔失望。不用失望啊，妈啊！神明说的话只是参考嘛，做决定还是你自己啊。是啊，咱查某囡仔对结婚加减拢有期待，对不？这真正常啦。多谢你的安慰啦。既然神明拢支持我的决定，就安尼啦。阿姨，妈，你要把小文青丢掉？不是啦，我拿去外面放，他半夜醒来看到会吓到哎。不啦，阿姨，我在坑边啊，坑边啊就好啊啦。啊是坑外口好啊，靠袂着就袂想遐尼济。而且我真有可能要甲你阿姐分开啊。分开啊，我要找到适应这款生活。美丽阿姨，美丽，哎，阿姨，你跟阿姐袂得分开。你跟阿姐袂得分开，伊文，袂得分开，袂得分开，阿姐跟阿姐袂得分开，袂得分开，袂得分开，明月，明月，袂得分开，明月，明月，阿姐，阿姐。这是更加的危，这大姐要你全盘忘记。阿姐，你更加的危，我就干。你想怎啊？你想怎啊？你得紧张哦，你现在要紧张啊？啊？我知影你现在烦恼我跟你阿姐的代志，啊，不过我感觉你今麦问题比我搁较严重呢。阿姨，你跟阿姐的代志，大阿姐等下就给我讲好不好？你是莫安尼想啦，安那无，阿姐个足艰苦，阿姐艰苦，我嘛足艰苦，我袂当阁失去阿姐啊！你现在会讲会失去阿姐啊？我唔知呀，我真正就惊，就惊。矮一点，晚一点哈，你听唔听？